博鱼夜市现在有什么好吃的？在我旁边这边有很多看起来非常可口的烧麦，你看这边这个咖喱口味，旁边还有小白兔的玉兔包跟奶黄包。小小摊位摆满琳琅满目十几种不同口味的蒸饺丸子，但更吸睛的还有2020土包子复仇者联盟翻转台湾。戴上钢铁人、蜘蛛人等漫威英雄的面具来挺韩，因为老板说最近实在有太多人抹黑韩国瑜，我都看不下去了，所以我们站出来翻转台湾，土包子联盟、复仇者联盟翻转台湾。好，你看不到老板娘的表情，可是光听她的语气就知道她非常的会抓啦。虽然叫做国语夜市，但为了应付大批人潮，摊贩们几乎都抢在一大早进驻准备。行，叉烧包出炉啊！镜头都要起雾了，因为这个叉烧包热腾腾的，刚刚出炉。刚出炉的叉烧包像花朵盛开，内馅饱满，让人好想尝一口。你这个叉烧包今天准备了几个？1688。1688也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数字哈。天气炎热，也有业者卖起甘蔗汁，造势前一天就到场做生意，800斤全卖光，22号又在紧急追加。今天总共准备2100斤。哇，这个甘蔗小山叠得比我的身高还要高了，你看一下这个甘蔗山，这样子2100斤，今天通通都要把它炸掉。对，今天全部会把它炸光。除了甘蔗汁，还有现蒸的芋头牛奶，产地就来自台中，在地的大甲芋头。来这边，好热，蒸汽很多哦。2000杯，今天都是直接在现场现蒸芋头，现打成这个，现打现卖。622台中挺韩大会现场原本只规划了200摊，结果会场外又多了一两区接力摆，加上流动小蜜蜂，估计飙到500摊。看准国语夜市商机大，再热再累，店家还是卯足全力为自己拼经济。记者黄君、萧玉明台中综合报道。